Thank you.
坐船，坐船，坐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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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船，坐
Thank you.
我们就是光线五十分钟明亮的情况下，然后在宇宙数据拍夜景，啊，拍夜景的照片，大概这个值相对来说高一点，啊，就是因为它晚上可能像它能够捕捉到的光线比较少，那通过ISO的调整，能够让我们的手机获得更多的光线啊，能让我们的镜头能够感知到更多的光线。那先给大家看一个正装啊，也是我自己拍摄的。Hello, hello, hello.